块来啊。呀呀呀呀呀！这个我认识 ，CP 嫩肉大张嘴，牛啊！菲菲，今天咋吃？说。红椒美花鱼。不错，人如其名。我今儿多吃点。一人吃饭嘛，绕那么大圈。菲菲，我就纳闷了。纳闷什么呀？镜子，你俩同一个爹妈生的，她为啥长那么难看？你长这么漂亮啊？我们没长什么样，关你屁事啊！我不是好奇，就随便问。来个蛋清，腌制入味，牛蛙过油。来点酸菜，放入开水，盐、味精、白糖、胡椒粉调味，鱼骨下锅，捞出打底。米饭都熟了，你的菜啥时候做好？牛蛙下锅，放鱼片。吃个你做的饭，我从10点等到12点。恁家这花椒不要钱，吃的我嘴里全都是花椒。能吃别吃，你看我是怎么吃。那行，花椒全是你的，牛蛙是我的。来吧，大长腿。大壮，那梅花鱼怎么样？评价一下。除了麻还是麻，这会儿我的舌头都能蹦迪了。是的，就是这个味儿。大壮，我今天给你介绍个女朋友，你可要好好把握，别再挑三拣四了。你别再给我介绍那女的，长得跟那猪不啃南瓜一样。我大壮这么帅，还是有点追求的。你也不看看你长什么样子。正因为我长这样子，我要为俺老李家后代的基因考虑。你懂得啥呀你？大壮，你看怎么样？还满意吧？美女，初次见面，啥时候领证？姐，大壮，哪有相亲像你这样子的？我这个样子还不够正常？我跟你在一起。那有的人呐，那都上午了，他都不知道他干啥的。大壮，你这是话里有话呀？那都不会给人家别人一点私人空间。一点都不懂事。妹，你今天想吃点什么？随便吃点就行。那我去给你买点海鲜。人家你闻闻老香了，你闻闻呀，你闻闻呀，老香了。姐，你给我找的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呀？他呀，就是那样子，你可以多跟他了解了解看嘛。来点蒜蓉酱。往这儿看。没有摔坏吧？摔坏了吧？摔的我心都是碎的。没事，别听他瞎说。这是他上次在我左下角领的，还送保修呢。左下角搞限时活动，准备了10000台 iPad Pro 和苹果14 Pro Max， 都是国行正品，还带1年质保呢。这很难领吧？老难领了！你看我的苹果14 Pro Max 都在配送中了。你就会欺负人家小姑娘，不难的，就怕有人啊还没领到。还有不限量的华为 Mate 50 Pro 保底呢，像我一样从左下角领取礼包码，再点下载，完成任务，手机、平板就能直邮到家。那我也去领一个，能不能给点了解的空间？哎，
姜蒜爆香，干辣椒、麻椒，来点辣妹子。飞飞，那妹子靠谱不靠谱？她都不理我。就你这个样子，是个女人都不会理你。你是不是没有给她说我的实力啊？浇上汤汁儿。飞飞，看我的苹果手指头每个都已经到了。这么快呀？那是，听我的，去左下角，快得很。我。这也太丰盛了吧？妹，看唐姐的手艺怎么样？好吃不好吃啊？我姐做的当然好吃了。那你多吃点。大壮，你坐这么近干嘛呢？我不坐这儿吃，我坐这儿。我坐这儿吃。多吃点。圆圆，吃完饭一块看电影。姐一块去吧。行呀，大壮快点吃，吃完咱们一起去。去啥去？电影院停电了，看不成。